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81面，481面。第五行看起，又无量寿经起心论，一名一念与智性回向之智。这一段是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他所著的《无量寿经起心论》，这一段非常精彩把这个法门说绝了，讲一念跟智性的回向。论语：一念智性回向，即得往生。行者诚能一念信入，何须更论种种功勋？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更无二念。乃至法缘法正归元成等正觉，唯此一念，一无二念。后面话还都是他说的他引用了《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一念不可思议，一念智心，这智心是真心的回向。一念很难懂这个里面关键就在一念。一念就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念，这个一念呢，就是这其中的一念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一念呢，确实都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是一个念头，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念头太粗了。一弹指的时间非常短暂。现在科学对于时间都是以秒为单位。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我想有比我弹得更快的，至少能弹5次。如果一秒钟能弹5次，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1600兆单位是兆1600兆。这个里头的一念谁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念头太粗了。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八地菩萨他能体会到这一念，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八地菩萨他见到了。那八地有上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
也就是大乘教里面52个位次最上面的5个位次，他们知道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这个念头杂乱，真的把脑袋搞糊涂了。啊，有些鬼神比我们都灵光。啊，鬼神什么事都知道，比我们灵光，我们比他都不如。也就是说，现在人都不如鬼呀。这鬼头鬼脑，现在人头人脑是比不上鬼头鬼脑。啊，鬼头鬼脑都比人脑聪明。这人简直不像话了，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过去人比鬼强多了，现在不如鬼了。啊，真的，那鬼修行比人修行的好，鬼修行比人修行的人多，成就也比人大。啊，和鬼修行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常常听说。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反省，这人怎么做的？怎么连鬼都不如了？啊，所以八地以上那个菩萨，心可以说已经不动了，像止水一样不动了。啊，他能够照见。啊，这才真正照见事实真相。这一念，这是一念才动，理念、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这一念要是回向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啊？啊，而且决定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不是同居，更不是这个方便有余土。啊，他说行者是修行人，这个地方就是执念佛人，诚能一念现出。啊，就是一念，没有疑情。没有怀疑啊，这个一念信心呢，我们要培养啊，啊，就是一个信相信自己的信德，决定没有怀疑。我们一般人常讲自信心啊，大乘佛法里头头一个就是要建立自信心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给我们讲信啊，他是用信愿行贯穿全经啊，无量寿经不差，它也有三分：续分、正宗分、六通分。啊，它续分里面分三段心愿行，正宗分也是心愿行三段，六通分还是心愿行三段。说得好啊！而信，他讲了六种信。第一个信自己，第二个信他，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啊，第三个信理，这道理；信事，第四个信因，啊，第五个信因，第六个信果。
啊，自他离世因果，讲绝了。大乘佛法跟中国文化非常重视自性的。中国古人讲啊，本性本善。啊，《三字经》一开头就用这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要相信本性本善。大乘教里面，释迦牟尼佛教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信不信？你要不信，你成不了佛。啊，你不相信自己是佛吗？啊，去头一个相信自己啊，我自己有佛性呐。有佛性的人都应该做佛。啊，佛性是什么？佛性是觉性。啊，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有没有觉性？啊，眼见色，耳闻声，有没有觉？那个觉就是佛性。觉性是真的，不生不灭。身有生命，觉性没有生命。啊，所以觉性是真的，身体是假的。啊，学佛、学圣、学贤之所以不能成就，就是他对这个有怀疑。啊，佛有觉性。我们不得凡夫哪里有啊，总是不相信啊。啊，那这样的人佛也没法子教他。啊，佛有善巧方便，慢慢的培养你的觉性，也就是培养你的自信心。啊，让你慢慢的把自信心升起来，然后你信他才管用。啊，你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释迦牟尼佛。啊，他们讲的这些道理，我们能听得懂。他讲的这些道理，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上，这管用了，用上了。啊，所以不相信自己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天天听经也没有。啊，所以只要一念心入，真正契入这个境界，啊，或许更论种种功勋，功勋跟功德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换一句话说，其他的都可以不必学了，不用找这些麻烦了。啊，就是一念心如就够了。啊，这是讲你求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一生成就无上菩提。下面讲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啊，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怀疑，一念有顾虑，啊，这一念错了。
前面一念性那是正确的，那是一念正啊，那这就成佛了。一念不正啊，不正就邪啊，就邪到三恶道去了，搞到六道轮回去了啊，也是这一念。这一念有正邪，一念有觉迷啊，正是觉，迷是邪啊，都在这一念。啊，佛告诉我们，一念正是正确的，一念迷邪是错误的。这个正跟邪同时生起来的啊，都在这一念啊，邪正迷悟全在这一念啊，正所谓语言不同啊。你要遇到佛菩萨，遇到圣贤，肯定你这一念是正啊，语言好吗？这是近朱者赤吗？近墨者黑吗？啊，你有这么多人教你，有这么多人来影响你，啊，如果你的语言都是邪恶，都是不正啊，那肯定你就堕落了啊！设法界就这么来的，一念邪恶搞六道轮回去了，一念清净那是佛菩萨啊，声闻缘觉都在一念，没有二念啊。下面是乃至法真归元成等证据，唯此一念一无二念，法实法性也可以说法实法起啊，还是讲发心的好啊，真是什么？真是真心，真就是菩提心啊。这个经上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想专念，一想专念呢，就归元了，还原了。回归自信了，回归自信就是功德圆满啊，等觉再向上提升，入妙觉位，妙觉归元了啊，等觉还差这一步，妙觉归元了，回归自信了啊，成等证觉。这个等正觉就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妙觉果位，也是这一念成佛是这一念，性如是这一念，性如的范围非常大，事法跟佛法，正法跟邪法善导大师的话，总在语言不同啊，语言太重要了。下面是大师引《大智度论》上一段话说：“行般若波罗蜜者啊，这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啊，
般若波罗蜜多半都是指的大乘菩萨六波罗蜜。这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是。要知道，我们起心动念都有布施，起心动念不为自己，起心动念都为别人，这不就修行布施吗？心在修布施波罗蜜，言语，说对人有利益的话。帮助他开悟，帮助他改过自新。这些善言善语、和颜悦色，全是布施啊！这个四德里面，你看，随缘妙用，你想是不是布施？如何制止，是不是布施？威仪有责，就是做好榜样给人看，不全都在布施吗？布施不一定是施财施物，不是啊。我们笑面迎人，对他都是布施啊。反面的也是布施，布施不善的。板着面孔很难看，叫人看到了害怕。那也是布施。所以布施里头有染净，有善恶不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个事情，自己不知道。果报不一样啊。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果报。我们每一天所造的业，对于社会、对于大众还是布施。所以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在日用平常，在生活当中，没离开生活。没有离开工作，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修学大乘的，慢慢觉悟了。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树木花草，我们以尊重的心对他。以感恩的心对他，不都在布施吗？布施这一些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呀！这种好的布施，山河大地不会出毛病啊，灾难就没有了。我们处处用贪嗔痴慢疑来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出乱子了，灾难就发生了。菩萨是波罗蜜如是，普贤菩萨是大愿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何尝不如是呢？全在日用平常之中啊。你要真会了，这叫行菩萨道。这样才真正符合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四种辨识，它的名字叫四悉檀。悉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悉就是普遍、平等。
贪就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自自然然，从自性里头流露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这样的心情居住在这个地方，跟居住在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啊，所以中峰禅师在细念法事上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是佛心。啊，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哪有差别？所有一切境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识是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它就起变化，没有分别执着它就没有变化。当我们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都没有。啊，所以那个世界你看不到一样东西有变化，除了七宝池里的莲花大小不一样，光色不一样，只有看到这有变化，其他的看不到变化。啊，七宝池的莲花变化从哪来？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求生净土的人，他发一个心，七宝池就有一朵花，花上还有他的名字。他念的功夫很勤，花就越念越大。啊，将来他往生，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去接引他。所以他那个花的光色大小天天变化，哪一天都不念佛了，改信别的了，那花就枯死了，就没有了。啊，其他的看不到变化了。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七宝池里的莲花是看十法界六道众生呐，啊，他们的莲花，啊，宝池得水之外，那是极乐世界的，那个没有变化。啊，这就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啊，真干的人，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这还得了吗？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多少呢？像恒河沙一样。每一尊佛的教化区都是三千大千世界，啊，至少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多的，啊，有好几个，有几十个，乃至于几百个，啊，这些大千世界里面的微尘呐，谁知道啊？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一念他全知道了，啊，这个东西啊，用现在的电脑啊，电脑当然不能比，从电脑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一点体会，一点启示，啊，你看电脑的晶片很小啊，现在放在电话里面，放在这个
电脑里面这个晶片呢，大概还没有指甲这么大。它里面储藏多少信息？啊，几乎全世界的信息的时候都在里头。啊，科学成绩相当可观了，但是跟佛法比差远了。佛法那个一念，那一念太小了，那一念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造不出来，它太小了，造不出来。啊，你看看，1秒里面有1600兆。啊，这么短的时间，它那个有这么快的频率，每一个频率都有物质现象，都有精神现象，都有自然现象，而且是每一个这个念里面都包容变法界虚空界，这三种现象圆满具足。啊，物质、信息、能量，通通具足，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这是《华严经》上所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变法界、虚空界，可以融入这一念里头，一念就是法界，就是变法界。啊，变法界就在这一念里头。所以这一念正，没有一法不正。这一念要邪了，也就没有一法不邪。它太重要了。啊，这是说一念的它的功能有这么大的功能啊，能速就是它能知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3000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这种比喻，释迦牟尼佛能说出，别人想不出这种比喻啊，想不出啊。啊，说一念之力了，不可思议。一念就是一法界。啊，如是念佛，即念是佛，这个念就是佛。啊，念的本身，念本身就信嘛，就信就是佛嘛，自信佛嘛。啊，非内非外，找不到内外。内是从小说，外是从大说。啊，中国古人有所谓，其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内。大乘教的宇宙观，真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像我们刚才说的，这量子学家发现的。啊，这么一个微点。啊，也就是一个光子。啊，或者称它做量子。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里头具足圆满的能量信息跟物质啊，那小的样子是什么呢？
跟外面一样，怎么一个两样？啊，也就是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两样。就这个十方一切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在哪里？就在那一微点里头。我们前面读过，普贤菩萨能进去，能进入微点里面的世界，到那个里面去拜佛，去闻法。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微点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又有微点，微点里头又有世界，世界里头又有微点，重重无尽，这叫其小无内。啊，这个科学没发现。啊，科学只讲的微点，微点里面的微妙，他没发现。佛经里头有科学，啊，有非常奥妙的科学在里头。啊，所以这个念就是佛。这个佛呢，就是心，这心是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就是自己的本善啊，所以它没有内外啊，非内非外，它没有佛陀，佛陀都是从烦恼上讲的，无佛它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当然也没有解脱，啊，解脱了把烦恼解脱了，啊，烦恼都没有解脱什么，啊，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芥子许，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这告诉人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明白了吧？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极乐世界广大，中峰禅师讲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一点都没讲错啊。啊，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我们想见佛，我们念头一动，佛就现前了。佛有没有来去？没有，这本来就是死的。我们没有念头，就没有缘，他不现。我们有这个缘给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现了。啊，所以大乘教上讲了，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就在当下了，没有先后啊。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的，没有远近的，它就在面前现的，那不是从极乐世界十万亿国度这来的，没有啊，就在此地啊，当处啊，没有空间，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佛如是。再给诸位说，我们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我们这个身相从哪来的？当初出生的，就这一念生的。啊，佛没有时间，我们哪里有时间呢？没有啊！佛没有空间，我们也没有啊。我们今天所谓有空间、有时间的妄想着造成的，全是妄念。你把妄念放下的时候，时空就没有了，你就得自在了。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会衰老，为什么会衰老？你有妄想，
这个妄想就是时间束缚了你。啊，你被这个假象欺骗了。你以为有时间，啊，一年比一年老，你以为有时间，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老少的念头、生死念，它没有了。啊，念头没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现象从哪来的？意念变现出来。这跟我们讲道理，道理搞明白了，我们想想是有道理。于是我们就能像佛菩萨一样，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道理来改变自己。啊，真的永恒不能变，那是心的本性本善，那永恒不变的。啊，改变的是你没有见性之前的修德。啊，把我们最重要的错误的思想要修正过来。啊，我们对很多很多问题想错了，看错了，麻烦全出在这个地方。啊，怎样才能把这些妄念，啊，错误的思想见解放下了？要知道，叫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啊，六道是什么？一场梦啊！设法界也是一场梦啊！六道是梦中之梦，你计较它干什么？啊，活在这个世间，像佛菩萨一样，有好很好，没有好很好，这都很好。啊，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就不操心了。不操心，心就正常了，心就健康了。这心一操的时候，心就出了毛病了。啊，心就坏了。操心越多，那心就越糟糕，就越坏。啊，唐太宗讲，现在人心坏了，坏了什么？他操心太多了，从早操到晚，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在操心啊，把这个世界越操越乱越混乱啊。古人你看上古圣贤无为而治，他不操心，天下大治啊，没有一样不好啊。啊，你要想这样想那样，全都想坏掉了啊！你要是什么都不想，一切恢复正常，正常是最健康的。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有很大的学问。啊，唯有一念性如的，他知道。啊，一念性如的，他相信自己自信，他相信即念是佛，他相信即佛是心。他相信变法界、虚空界里头找不到对立，永远是和谐的，啊，永远是一体的，啊，整个宇宙就好像这个心念呢，把它编织成一体，啊，
就像网路一样。啊，这个东西你看不见，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啊，确确实实像网路一样集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啊，任何人是任何时候动一念，整个宇宙都知道，这信息就传遍了，立刻传遍。啊，这是还原观身所讲的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畜生无尽，畜生是变化。变法界、虚空界，随着念头在产生变化，含容空有，心量要大了。啊，真正要做到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因为我本来是这个样子，怎么会现在变成这个小心量？啊，一个人一个屋都容纳不下，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心量越小，啊，小到不能再小了，那就是地狱境界现前。啊，连自己都不能相容，这地狱啊！这一品。十方佛赞，我们就学到此地。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篇。底下这个24、25是这部经里头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非常重要，三辈往生第24。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这是首先总标三辈，三辈，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不算，啊，只讲下面的三土。上辈往生的生十宝庄严土，中辈往生的生方便有余土，下辈往生的生凡圣同居土。啊，所以有三辈。啊，三辈里面又有上中下。啊，所以就合起来就是九品了，啊，三辈九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品十方佛赞，乃诸佛称叹，愿之成就。啊，这是48愿里面，诸佛称叹愿，啊，阿弥陀佛成佛了，极乐世界成就了，确实，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不称赞的。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意念受持而
随愿得生也。阿弥陀佛，建造了极乐世界。用意何在呢？目的何在呢？是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不好度啊，这是真的。特别为一切六道众生建立这么一个修行道场。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修行道场。用他的悲愿呢，48大愿，加持这些烦恼业障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一生成就，这个功德可太大了。这是十方一切诸佛梦寐所希求的，没想到。不是没有能力，要晓得，诸佛如来智慧、德能、相好完全平等，就没想到。阿弥陀佛他想到了，他把它造成了。造成之后，每一尊佛都欢喜。你们把我的问题全解决了。所以难度的众生呢，诸佛如来都宣扬阿弥陀佛，就劝大家通通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把他应该度的事情呢，全交给阿弥陀佛了，介绍给阿弥陀佛了。都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你到那边去接受阿弥陀佛教导，一生圆满成佛，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愿就一桩事情，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因的。他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华严经上佛说过，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众生现在的麻烦得病了，得什么病啊？得三种毒病。妄想的毒，分别的毒，执着的毒，这三毒啊。这个事情可麻烦了。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分段放下的。你看这3倍往生。下辈子完全反复没放下，待业往生了不起啊。待业不能成就啊。这是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见思烦恼每一段也能往生，也能接受他的教诲，太难得，太难得了。往上去不稀奇，十宝图不稀奇，方便图也不稀奇，最稀奇的是
凡圣同居土。啊，他有办法叫凡圣同居土里头严重执着的这些人把执着放下。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的时候人贪财。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贪财了，为什么呢？那财太多了，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命什么最重要啊？不是财啊，财有没有没有关系啊，最重要空气啊，没空气十分钟就死了。什么人贪空气？没听说哪个人把空气好储存出来啊？为什么太多？西方极乐世界财太多，你要金银财宝，人家黄金是铺马路的，有没有人到马路上去把那个白玉拿出来藏在家里？啊啊，带在身上？没有啊，黄金是铺马路的，宝石是珍贵的不得了，人家建筑材料。啊，建筑材料是这是珠宝，太多了，所以不贪了。贪的时候被人笑话。啊，阿弥陀佛这一招很厉害呀！啊，让你所有的贪心到他那边去，全都消失掉。啊，你这边是饮食男女，啊，佛知道，男女会造成情执，很麻烦。凡是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全部都是男生，没有女人。而且身相呢，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不是32相80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你的穿着想穿什么衣服在身上，不要去买呀，表示自然变化所作啊，所以你也不贪着了。啊，家里头也不要用保险箱，也不要用衣橱，我说太麻烦，一想穿在身上了，不想它就没有了，不见了。啊，饮食也是不要厨房啊，想吃什么东西，不要为饮食摆在桌子上，不想吃的时候没有了，不见了。啊，也用不着洗碗洗筷子，不需要了。所以什么贪心都没有。啊，你住的房子干干净净，里面什么都没有，空旷。啊，客人来的时候要座位，念头一想，哎，座位已经摆齐了。啊，客人走了，座位也没有了，不要收拾啊。啊，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啊，诸佛如来都做得到。啊，就是没有替六道众生想到。啊，这些事情在我们六道里头也有。欲界第五层天，化落天。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变化所作，化落天。啊，不需要的他就没有了，真的跟极乐世界一样。啊，所以欲界天人可以做到阿弥陀佛，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啊，第六天桃花自在天，他想要的东西不要自己变化，他一个念头，化落天人晓得了，马上变化来供养。啊，第五天来供养。啊，天人说不需要了，自然就没有了，就不见了。欲界上面的两层天能做到啊？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为圣，肯定比欲界天殊胜的太多太多。欲界天怎么能跟佛相比？所以用这种巧妙的方法，让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都不缺你，自然放下。这一放下就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妙极了。所以诸佛称赞，也就是希望诸佛替他招生，他在这办学办学教学，设法诸佛帮助他招生，向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净土三经，三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放下万缘，求生净土。世尊如是，十方如来也如是，没有一尊佛不劝他们的六道众生呢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每一天往生那个人数没法子计算。我们听了之后不要起疑虑。为什么呢？把极乐世界这么多人，那不吵吵闹闹的算了，我不去了。我去找个山上躲起来去修行，那你就错了。你完全错了。极乐世界之大，极乐世界的理想没有一样不如愿。你到极乐世界，你不愿意看到那么多人。你想一个人在这个山上或者是湖边清闲幽静的环境，你到那里去，你看到就是。你看不到有别人。你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出现。你不想他，阿弥陀佛就不见了。这个世界，样样是能如人愿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稀有难得。那这一品经呢，则论往生者因行之类似。这一品就是24品三倍往生。要跟我们讨论呢往生的因行。往生是果德了。我们要想得到这个果报，一定要修因。因殊胜，果才微妙啊！因行的种类次第，盖以凡夫闻名后，这个地方我要特别重视啊，都对凡夫讲，我们有份。我们听到了，幸运有深浅，发心有大小，真的是不同。我们听了，有人信得深，有人信得浅，
深浅差别很大，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品位不一样啊，四土三杯九品个个不相同。啊，还有持诵有多少？啊，持诵是写。啊，受持读诵不一样，每个人用的功夫不一样。啊，修习呢有勤度，有人很勤，有人很懒散，种种不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此。但是西方世界很特别，确实有这些现象，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一加持，这些现象就模糊了。有没有？真有，但是你看不出来，你好像每个人都有高度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圆满的福报，每一个人都是大德大能，那是弥陀加持的，不是自己的。啊，就好比我们这个世界，啊，灵魂到世间来投胎，他投生在帝王家。一出生就享受荣华富贵，不是他的啊，那是他父母给他的啊，那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得到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享仿佛如是啊，生到阿弥陀佛家里了，做阿弥陀佛的子女，阿弥陀佛是世间大富大贵，享老子的福。就这么个道理啊，不但享他的福，还享受他的智慧啊。到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享他的福，我们跟他一样的呢？到十报转眼图就一样了啊，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完全靠加持啊，自己未能转识成智，换一句话说，自己真的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对，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就到十报土了。啊，十报土才是自己真正的心得流露出来了啊，这个不靠佛了啊，自信流露了，自信所流露的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无二无别啊，先是蒙佛加持，以后真的跟佛一样，这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呐！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事情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没讲过这个事情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世尊讲经，在经典里面提到极乐世界的，大概有200多种书经典啊，常常提到啊，净土三经是专讲，特别介绍，而特别介绍里面最详细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又是多次宣讲，不可思议。
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一部经就讲一次，没有讲第二遍的。但是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啊，不只讲一遍的。古人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五种原译本，至少是三次。啊，因为看到这个经本里面差异很大，如果一次讲的翻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啊，证明世尊多次劝说，那还有释传的七种。如果释传七种的时候，要是能发现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的差异。啊，所以现在古大德肯定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三遍以上。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众生之序根有无量差别。序是所修的善根不一样啊。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少了不行，福德少了也不行，因缘不具足也不行。三个条件凑在一起不简单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闻到净土还得三个条件具足，你这一生才会成就。啊，三个条件不具足，你这一生没分呐。啊，没分要晓得，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我们要想超越轮回，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三个根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补啊，我们在这一生可以补得起来。用什么方法补呢？幸运持名就把它补起来。我们真干啊，强迫自己听经闻法念佛，听经补善根之不足啊，念佛呢补福德之不足啊，缘有了，缘现在我们遇到了。啊，你遇到慧济本，你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你缘具足了。啊，遇到，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懂？这是善根。啊，我不能相信，我好好去读它，遍数读多了，慢慢就相信了。那不是道理明白了。啊，佛四十九年讲经，目的在此地，帮助大家断疑生信，这是经典第一个目标目的啊。啊，四十九年讲经教学。目的在此地啊，我们今天多听多读，慢慢相信了啊，善根补起来了啊。福德是什么呢？一向专念，一向专念是真有福啊，大福德了啊。
前面讲得很清楚啊，不必再修其他功德了，这是圆满功德啊！你只要肯念佛，什么功德都圆满，都具足了，你还要它干什么？其他的用不着了。啊，真正肯念诵无量寿经，真正肯念阿弥陀佛名号，啊，那就是你天天在修圆满的功德，真能消业障。啊，至心前面讲了一心念佛，啊，一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杂念，没有怀疑，这样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佛不说假话，你天天念，念上几年，无量劫的这些罪业全都消掉了。啊，业障消掉的很明显，为什么呢？身体健康。那你相貌改了，精神振作起来了，啊，这个都是瑞相啊，眼前的瑞相啊，啊，我见过，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听我讲经，他相信了，他认真念佛了，念了两三年的时候，头发黑了，哦，非常高兴，满面红光来看我，是，头发变黑了，啊，可不可能？可能呐，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嘛。啊，以前的心不善，现在的心纯净纯善。啊，你还有寿命，啊，你寿命还很长，所以你健康全恢复了。啊，不需要用药物啊，现在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啊，真的少，假的多。怕上当，所以尽可能的不用药物啊，我们用全心全力来调养啊，头一个相信自己啊，自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把阿弥陀佛放在自己心里，把心换掉啊，换成阿弥陀佛，最健康的啊，无比殊胜的。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啊，三辈往生是阿弥陀佛，随便念一法，一门深入，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得到了。啊，我们看这个地方，这里说得很详细。众生之须根有无量差别，福德因缘业福各有殊异。你看这三样东西啊，须根、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啊。人人自别，各个不同，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
其品力也无有了。三杯酒品是大分啊，细分呢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为什么说不尽？一个念头是一个境界。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念念不一样。善念是天堂，恶念是地狱。啊，我们念佛念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要知道，极乐世界真正的因是我们的自信。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极乐世界就在本自具足里头。哪里来的？我们自信里面的极乐世界啊，自信里面的阿弥陀佛了，跟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啊，这是真因呐、啊！阿弥陀佛发48愿建立世界是缘，我们今天念佛求生也是缘。啊，因缘果报都没有离开自信。真的不是假的。啊，关系搞清楚了，我们的疑虑断干净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我们决定到这个地方去，为什么？这个地方稳当、快速。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障碍，啊，在这里修行正果，成佛之后是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啊，啊，那个时候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啊，有这本事，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啊，到极乐世界成就特别快。啊，为什么？你学习不中断，你就明白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没中断的。啊，我们这个世界要吃饭，要睡眠，那就中断了。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吃饭，他又不要睡觉，所以他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会浪费，都在学习，学无量劫那还得了吗？啊，世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也。啊，讲三辈是粗标大类，于本经中分为上中下三辈，是为智略者也。啊，三辈过三则为九，则是观经中之九品。九品过寒九，则为81。如是辗转推演，摄施无量。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克时而论，它的品位是无量无边的。
啊，给你讲三比九品，这大了。啊，九品里头每一品又有九品，八十一品，八十一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八十一品，无量无边呐。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知道这个状况，你翻过来，想一想。地狱，地狱也是这样的啊！地狱六说十八层，大分十八层，每一层里头又有十八层啊！再细分，每一层里头又有十八层，一直分下去，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晓得。一个善念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净念就是一个净土，一个恶念就是一个地狱。那我们一秒钟有1600兆的恶念，不就有1600兆的地狱啊？啊，我们一秒钟里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不就是有1600兆个阿弥陀佛？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欢喜把恶念放下了。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净中之净。啊，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能超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佛呢？啊，念佛没空过啊！啊，现在现前。无论一切时一切处，想到就念啊，生念的时候忘掉了，忘掉不要管它，想到就念，想到就念啊，慢慢养成习惯的时候，你每一天念佛的时间就多了，不要计数啊，用印光大师的方法，句句清楚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计数只计一到十，用心去计数啊，知道我这句佛号是第几句，为什么呢？这样能摄心，杂念妄想进不来啊。你不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念佛的时候还有杂念渗透进来，用这个方法好，他进不来，他一进来，你这个计数就乱掉了，乱掉了不算，从头再来啊，看你能支持多久啊，支持久战也不必管他，就是你不要分心啊，不要为这些操心，好好的念啊，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啊，经语无量悲众，总跨为三辈，其往生后啊，品位虽显诸，若论其能往生之主因，主要的因，莫不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这12个字。这12个字是往生的正因，是往生的秘诀。啊，菩提心后面会有详细讲解。
啊，盖此正本经之纲宗，纲是纲领、纲要，宗是宗旨，往生极乐之关键，就在这十二个字。啊，三倍往生，完全对凡夫讲的。啊，六道凡夫能够生到净土，啊，他的类别，啊，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其愿行功德，是我辈祈求往生者之规范。啊，我们是六道凡夫，我们祈求往生。啊，这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轨道。啊，若真至求往生，这一句话重要，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要真的，你一定是对两个世界有相当的认知，你才能把极乐、把这个娑婆世界暂时放下。我一心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如果对娑婆世界还有一丝毫的情执，还有一点点放不下，就去不了。啊，我们今天的性被它破坏了，愿也被它破坏了，啊，念佛也念没有办法专一，啊，也就是妄想杂念多，功夫全破坏了。啊，所以对我们现前世界要认识，要搞清楚，对极乐世界也要搞清楚。极乐世界搞清楚，这一本是介绍，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学，那要认真，要下功夫。啊，里面的生字就像胡晓林居士一样，字字查字典，把音注出来。所有的名词查佛教字典，一样一样把它查清楚。他很用功啊，搞明白了，决心下下去了。啊，囫囵吞枣不行，为什么呢？总有疑惑。疑就是你不能往生的病根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这个世间通放下了啊。有人告诉我，他的钱被人骗去了，算了，不要了，不要去想他。为什么呢？那身外之物，假的，你去想他错了啊。若无其事，我清净心，我念佛的功夫得力啊，你怎么样伤害我啊，我都无所谓，你要全给你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很多这种情形啊，道场，你要道场，要给你，扫地出门，我们若无其事，那快快乐乐的，绝对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我们当年离开台湾，道场不要了；离开美国，道场不要了。啊，走到一个地方，建个小道，离开的时候不要了，心里都没有牵挂了。如果常常想着，你不是找麻烦吗？那想什么？那想六道轮回，那想地狱，就别想它了。啊，念头一转，我就想极乐世界，我想阿弥陀佛。
哎，我其他都不想，啊，丢得干干净净。啊，现前啊，无论是金钱财物，啊，名闻利养，有当作无想，别去想它。啊，有就放在那边吧。啊，谁用都好。啊，不要执着，那是我的，没用过。啊，谁拿去都好。你多自在呀！你没有牵挂了，没有忧虑了，啊，真的放下，彻底放下。我们这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指望。啊，一丝毫顾虑。一丝毫牵挂没有了，一切都随缘，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们就得自在了。啊，所以真知求往生的，则当依止，又如明鉴。时时对照，思欲累积。啊，一是什么？依照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我每读一遍就对照一遍，想一想我有没有做到？啊，我像不像法藏比丘？像不像？法藏菩萨像不像阿弥陀佛？啊，我生活在这个世间像不像极乐世界？有人说，那跟极乐世界完全不一样啊！啊，我的想法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啊，怎么说没有两样呢？明明不一样。极乐世界人对极乐世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在这个世间对这个现前的环境也都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跟极乐什么两样呢？完全没有两样啊。你有妄想分别之着就不一样，利妄想分别之着都一样。啊，极乐世界天天见阿弥陀佛，我现在天天心里是有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在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没离开啊。啊，每一天读诵无量寿经，天天看到极乐世界，真的做到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所以“思与累积”这句话讲得好，我们要想，我们越是希望，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们跟极乐世界一样，一样的。不要说他那边是黄金为地，黄金是假的。这个泥土也是假的，都是假的，假的跟黄金等于零，这个沙土也等于零，他们是平等的，没有两样。啊，都是这些基本粒子组成的，啊，排列的方式不一样，除此之外没有两样。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极乐世界是心想生，这个世界也是心想生。啊，我们对于心想，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平等了。平等叫一真法界。所以极乐跟娑婆不二啊，啊，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现在在转变，功夫不到家，功夫到家了，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道理我们明白了，方法也明白了，啊，现在必须要做到家。做到家里头，第一个要素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这个。啊，那我们听佛的话，我们不是上根立智，没有办法同时放下，一步一步来嘛。先放下执着，不执着啊，真正能够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清净心现前啊。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第一个得到了，清净心得到了，得到清净心决定往生。为什么？心净则佛土净。啊，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啊，再进一步，平等心现前，不分别。啊，众生跟佛平等。啊，冤家对头跟最亲爱的平等，冤亲平等。从这下手啊，啊，平等心现前，生方便有余土，啊，觉悟了，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啊，我们今天练这个功夫啊，在哪里？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啊，学还原观上是的，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不要叫众生随顺我，我随顺众生，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在里面学什么？学不执着，这叫真功夫啊！啊，真本领啊！啊，不再有成见，不再有好恶了。啊，自信里面流出来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万法也如啊，万境也如啊，当知净土称为一心道者。这是古大德常讲的，是于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相交而言也。古人还有个说法，八万四千法门啊，净土呢？净土是特别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一个特别法门，叫门与大道。念老在此地是把净土宗
也列入84000法门里头的一个法门，所以他说其余3999法门而已。我们还是古大德讲的有味道。84000法门之外叫门与大道。稀有难逢啊，唯此独一也，故称一也。也就是84000法门都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他要断烦恼，这就难了，我们断不掉啊。净土法门不要断烦恼，只要扶烦恼，把烦恼扶住，像石头压草，那把它压住就行了。断是什么？连根拔掉，那叫断。那个难呐，真难呐。石头压草，石头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是石头。用这个东西把它压住。也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念头才起，立刻就阿弥陀佛，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不叫这个念头去发展，去扩大，不许扩大。不管是善念，不管是恶念，只要是念头起来，就阿弥陀佛把它压住，通通都归到阿弥陀佛上。这是念佛法门无比殊胜微妙之处啊。凡夫烦恼习气深重，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他不起念头是圣人了，凡夫做不到啊。所以古人教导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觉迟了怎么样？你造业了。第一个念头才起，第二个念阿弥陀佛了，他不造业。这叫会念佛，这个念佛就真起了作用。不能不懂啊。所以真念佛的人，不是一天念多少佛号，不是的。是清净心，保持清净心，有一个念头马上阿弥陀佛压住。念头没有了，那佛号也就不必念了，那没事，恢复正常了。起念就念佛。这样念久了，功夫得力了，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念到得定，这叫四意心不乱；念到开悟，叫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跟教下大开圆解同一个境界。全都是十宝庄严土。这后面是若论其实，如本品所明，自知往生亦非易事。这是确确实实的。这一品三倍往生品里面所讲的。跟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事啊，多了之后啊，你就晓得它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比起84000法门容易，
啊，是跟八万四千比较，因为八万四千要断烦恼，这个不断烦恼容易。但是，如何把烦恼扶住？你要是扶不住，纵然念佛念一辈子，不能往生。啊，所以待业，待旧业，不待新业。啊，过去生中的烦恼能带去。啊，这一生当中，在往生之前，那些烦恼，最后一念，临终最后一念，是佛号，那你就都能带得去。如果临终最后一念不是阿弥陀佛，你就完全带不去了。啊，你还得随业流转，也就是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哪一个业力力量最强，引导他去投胎。啊，为什么人死了之后堕到畜生？他糊涂、愚痴、没智慧。为什么有人死了之后到恶鬼？他贪心重。他虽然不糊涂，念念没有忘记贪婪。啊，有人临终之后就到地狱去了，嗔恚心太重，嫉妒心很重，报复的心很重，这就到地狱去了。啊，有人死了之后，他到人道来了，人道是伦常的心中。啊，念念没有忘掉伦理道德，啊，念念想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到人道来了。啊，念念是慈悲，念念是舍善，这个人就升天去了，都是最后的一念。啊，我们试想一想看，我们最后那一念是什么念头？这个重要。把握最后的一念，就是决定往生净土。啊，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这是关系我们来生。一丝毫都不能差错。啊，我们天天在训练自己。啊，训练什么？用这一句佛号佛烦恼。养成一个习惯，到最后临终一念是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功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